洗好了就穿来接。Hello， 我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我今天的一整天。我是不是忘记跟你们说我是谁了？我是宝宝，我是魏如萱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要来分享喽。好的，我早上起床就是会先上厕所，上完厕所之后，因为还没喝水嘛，然后我就会先量体重，然后看完今天的数字，就会决定今天心情好还是不好。好，然后呢，量完体重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刷牙、洗脸，洗完脸之后，我就开始保养了。保养可能就会先化妆水啊，然后化妆水，然后精华液啊，然后再乳液啊，这样子。其实因为我的脸就是很容易过敏，很容易泛红，所以我就是在保养上面我就是比较喜欢比较简单的，对，所以就是精华液，然后乳液，完了之后我就会去喝水，我觉得喝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养。我跟你说，生完小孩，因为皮肤那个毛孔就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有点下垂，我很想把它拉上去啊。然后还有黑眼圈啊，因为你永远就是都不会有睡饱的那一天。我很喜欢 Tafon， 法文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念 Tafon。好，因为它就是味道，它所有里面就是都有添加精油。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精油的味道，所以我每次在用的时候，我就是会这样。深深呼吸，我就想要把所有的味道吸到我身体里面去，我就觉得哦，身心舒畅。对，除了味道之外，我觉得因为它是我觉得它的东西都很天然，然后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效果很好，像这一罐就是小粉红，就是如果像我自己使用我这个鼻翼这个比较容易泛红的地方，它都可以得到缓解，所以我真的大方。像我就是很喜欢笑嘛。我觉得笑也是一种保养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好像有人觉得他们会聚集在公园里面，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笑，也没干嘛，就一直哈哈哈哈，然后你笑嘛，旁边人就哈哈哈，然后大家就哈哈哈，一起在那边笑。所以我觉得笑是一个很好的保养。你可能什么也没做，但你笑一笑，你可能就容光焕发。那我先走喽，拜拜。嗨。我已经来到 Vogue 的摄影棚了，我今天要来干嘛呢？就是我等一下来拍 Digital Cover 数位封面，所以我今天一定会穿一个很漂亮的衣服，今天一定会很美的，对不对？对， Let's go。 如何？好，我在家里就是很喜欢唱歌，洗澡的时候也会唱歌，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唱歌。路易就是我的小孩，他就是因为我太爱唱歌，他会说妈妈，你可以不要再唱了吗？因为我太喜欢唱歌，妈妈你可以不要再唱了吗？妈妈你唱歌不好听。他就是只是想要安静一下，但其实他还是很喜欢唱歌，所以他就是会跟我一起唱 Sunday Monday Tuesday， 哎 ，Have a nice， 所以我们是会一起唱的。然后我就会说我要 Wednesday， 他就会干杯。Thursday, Friday， 对，他会跟我一起有互动的。
这也是我那时候当时写那首歌，就是想要我在台上的时候跟听众互动。就我没有在特地的去说不能吃什么的，像上一张专辑，我整张专辑在录音之前，我都会吃掉大概3只的鸡翅。对，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张专辑，我脑袋里面都会想到我在吃鸡翅的样子，还有味道。就知道自己看见你是善于说话。可以看。你们再看一次，看看会不会起鸡皮疙瘩。如果有起的话，就是成功，成功了。嗯，当妈妈最大的快乐应该就是小孩睡觉的时候可以滑手机，那时候真的是蛮快乐的。如果有妈妈正在看，他们就这样。最大的痛苦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吧？对啊，没有自己的时间。然后像我就是一直瘦不回去，我之前生孩子之前的体重，其实这对我来讲有一点痛苦，但我现在就是学着接受。妈妈最大的快乐其实看着孩子健康。然后看他们就是慢慢长大，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很快乐的。但大家都在滑手机那边，对不对？他什么表情都可爱，但他最新的就是他吃东西会这样，他会享受食物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就说，你那什么表情？然后吃东西好吃啊，这样子哎。而且我有一次看到他，哎，还会这样看我这样。这样哎，我不知道哪里学来的，就是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现在要去拍第二卡了，啊，才第二卡吗？我们今天有几卡？好，这样不要吓我。现阶段，我觉得很自在啊，因为我已经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样看我，我只希望可以就是很完整的表达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应该会是一首很爵士的歌，因为爵士的歌它是比较自由的，它是比较奔放的，甚至是它可以很即兴的，就是那种哦，这首歌开始了吗？哦，这首歌结束了吗？对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开始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结束。哈哈哈哈，你就贴着我看得到。可这样会不会你眼睛是在下面？念诗也没有人一直这样的。好，也是。可以这样。Mon cher ami, tu me manques。大家不要看一下。是谁？亲爱的。我希望你能找回单纯的勇敢，然后我就讲错少一句。故意切一下，因为你如果有那个。现在我要去楼下。2021年当然就是期待我7月小巨蛋的演唱会啊，而且这次有2场哦，然后新专辑，儿子上幼稚园，这三件事让我非常的期待，很兴奋。你知道 ，Have a nice day， 好，就是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好，所以我希望呢，那个好可以大家一起 nice， 一起好。好，收工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太厉害了，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。ございま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已经收工了，都拍完了，好期待哦！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